我有真济外地朋友来，尤其一寡台北个草地人啦吼。啊，大家拢是看到即味啦。顶头是红心芭乐，啊，下骹是迄落土芭乐，你就想做成芭乐。这是泰兴最新研究出来的口味。啊，到底什么口味？我看咱卖人公布啦。你来泰兴啦，来台南啦，啊，来正新街啦，泰兴这条，你就知影，我袂甲你讲。各位好朋友，我是立法委员林俊宪，现在台南，带大家来台南吃吃喝喝。台南有足个点心吼，互你食了会欢喜，嘛有甜汤甲炒冰，啊，台南的水果吼嘛足赞的。今仔吼，咱就要来中正银座商圈，台南市啊正新街诶泰兴水果行啊，食水果，食冰，它的冰哦。非常非常的出名哦，这听说是网红网美名店哦啊，来跟我一起来看看。哎 ，OK， 哦，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哎，哦，你的水果拢特，咱的水果拢特别水啊。你看台湾外幸福啦哈，台湾这是天堂。这个洛梨哦，这才是世界纪录的，人家国外那个洛梨都小小一颗啊，世界两百年。你看咱这只洛梨哦，这里大了，这拢正南面的。啊，那边呢就是那个摆出来哈，在最漂亮最上层，啊，那你要吸引客人哦，所以呢，上顶头弄一点摆香水的。真的，夏天哦来泰兴哦，哇，就听讲弄个摆个路口，今嘛来冬天来泰兴哦，最是时候。哦，台南天气非常好啊，冬天也可以吃冰。哎呀，那边来坐对啊，我坐我看好来。啊，非常非常难订哦，这就是咱泰兴水果行的头家，老板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哦。等下台南吼，我拢感觉足欢喜足温暖。我打对高铁吼，一到就随便来你家，准备要食冰。台北是有够寒，佮兼落雨。等下台南吼，本来有出日头，佮兼食冰啦，你看啊，还是咱台南较好啦。头家你讲咱已经卖几年？八十几年。哦，几百档个咧吼。我佮台新闻咱熟识20几年啦吼。你第一下咧耍的时候，我拄啊错过。哎，我较老。啊，因后生哦，即摆你大概第四代。哦，恭喜啦！伊发明的哦，哦，唔是你啊，唔是我。哎呦，我啊，少年的够来。有啊，少年的。其实哦，泰兴的水果拢，也是讲台南市吼，这真侪人吼拢知影，这上出名的。这款水果要特别介绍一下。另外，你这个问鸟，这是要问咱的番茄，吼。不过看罔看，哎，我挡袂掉，我先试看麦。啊，你看，啊，这个胶胶的，啊，胶胶的，你看麦啊，这是导游哥。甘蔗糖啊，甲姜哦，啊甲搅搅的吼，搅搅，哦啊搅搅熟。啊，安尼哦，安尼看有无？哦，哦，这太用安尼啦。哦，这边真正台南较有尔啦。嗯，古早是爱闻这落甘蔗糖。好提味啊！啊，即马咱台湾哦，哦，足好种的啊。咱台湾的水果，逐种拢种甜的啦。其实哦，我那食完面的已经做好食了。不过要搁介绍的吼，这泰兴的最有代表性的，就是咱哈密瓜冰啦。我有真济外地朋友来，尤其一寡台北的草地人啦吼，大家拢是看到这味啦。哦，你看好水无？来，这是草莓，下加放哈密瓜。哈密瓜。冰。哦，这冬天较有啦。哦，你看，哎，你的草莓嘛拢经做水的吼，听讲你这味是。哎，王美一定爱提神嘞，好拍又好吃。哎，好看够好食啦哈！那连这种下面这种哈密瓜啊，啊，都让头家人介绍哦，这东西得奖的。好，我要等这句啦，我来等要试看麦。来，我从试一下草莓。哎呀，不用食了，水果酱、水果草莓嘛哈。啊，下骹佫是迄种哈密瓜。你这种就规拢冰啦哈，顶头是红心芭乐。啊，下骹是迄落土芭乐，所以啊，这个两种口味啊，吼，红心芭乐甲土芭乐的滋味，哦，啊，这东西一定要试看的，啊，我食看。哦，你就想做成芭乐，啊，就是芭乐嘛。从下骹是啥？香蕉。香蕉。哦，赞。不过泰兴在咱这个所在吼，其实给咱正新街吼带来很大一个效益吼，咱这商圈其实有一站吼根本无伊啦，啊真的是很多。
多人一起努力哦，更加正经街又做起来。其实来泰兴没吃冰凉啦，泰兴上早吼，咱当然是卖水果嘛。啊，伊水果不但水以外，果汁嘛就好。哦，这就是我拄啊见的迄粒，好全世界上大粒的。哈哈哈！哈，诶，洛梨啦哈，洛梨牛奶，跟咱讲多谢啦，讲多谢吼，咱泰兴的头家哦。啊，无一时做袂用的。听讲，搁这搁来研究啦吼。对啊。因为我不时来看你弄新的口味。有啊，我等下较用新的口味。啊，够啊，够啊。新的口味拢搁还袂卖过。你还冇卖过啊？等发明出来。无，等一几日啊，等做出来。我等下叫人做啊。哇，你老师应该真好啦！想不到冰也是个文创，充满创意，一种你家己做出来，家己想出来，家己发明出来。哦，现在不简单啊！哦。我来准备好。新的口味，是啊，这几只是我的新的口味。哇，你看啥？这是啥物？这是草莓吗？我不爱红红。来，各位看看哦，这是泰兴最新研究出来的口味。啊，到底啥物口味？头家讲慢加公布，人我嘛唔知。哦，这个啦，伊讲这个是新的哦。我讲干嘛？你拢叫一个。啊，食起来我们再开会讨论。哦，哎，唔够好食呢，好食。还有果粒，哎，还有果粒呢，哈，哦，我看咱卖人公布啦，你来太行啦，咱台南啦，台南中心街啦，太行街头，你就知影，我没跟你讲。各位朋友，又到了我们现在台南最重要、最快乐的时候，就是要跟大家讲再见，因为我们要开始来吃啊，好，我们要开始吃了哈，各位好朋友，现在台南，下次见，在咱太行的第四代啦。给你标写最大的敬意啊！这哈密瓜冰就是他研发出来的啊！但是你的创意真的太好了哦！快点，快偶像哎，你老师今晚快偶像哎，少年家，你到未来台北啊？你看嘛，哎，台北人都知道人爱吃泰兴，安尼泰兴个店，安尼够算来过台南无啊？